信陵君的三千门客中，究竟是谁帮助他成就了一番大事业的？他做了什么大事，竟然得到天下无双的评价？评说《资治通鉴》第一部之《天下无双信陵君。嗯 信陵君魏无忌是魏安西王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元前二百七十六年被封于信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宁陵县，所以后世皆称其为信陵君。他与春申君黄歇、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并称战国四公子。信陵君魏无忌生活于魏国走向衰落之时，他和孟尝君、平原君一样严揽门客。 杨氏数千人，而且他礼贤下士，急人之困，曾在军事上两度击败秦军，分别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危局。可以说，信陵君用人做事的方式，甚至直接影响了后来历代帝王将相对人才的选择和使用，对后世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对信陵君更是推崇备至。 认为在战国四公司中，信陵君当居于首位，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写传，都不直接称呼他的封号，因为《魏公子列传》，并且借平原君之口给了信陵君四个字的评价：天下无双。那么在《资治通鉴》中，又是如何记载信陵君这个人的呢？他那套独特的识人用人之法究竟是什么？在信陵君的三千门客中。 究竟是谁帮助他成就了一番大事业？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评说资治通鉴》第一部之“天下无双信陵君”。信陵君这个人啊，为人仁爱宽厚，礼贤下士。世人无论有无才能，或者说才能大小。 他都一概的谦恭有礼的同他们交往，所以呀、啊，从来不敢因为自己的富贵而轻慢世人，所以天下的世人都争相归附于他，他豢养的门客也有三千人之多。那么，信陵君这个人，他的仰视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信陵君的仰视呀、啊。 我们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做“不耻下交。那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他这个特点呀、啊，“不耻下交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对四位隐士的这个清新烟岚上边了。这第一位隐士名字叫侯嬴。侯嬴啊，是魏国的隐士，已经七十岁了。 在魏国的都城大梁呢，负责看守仪门，啊，东门是一个看门的一个小吏，这么个人。信陵君啊，去拜访他，啊，并且呢，准备要送给他一份厚礼，结果这侯莹就讲了，他说：“我几十年来修身洁心，不能到头来因为我贫穷就接受你的这份礼物。” 我不能接受。新邻居一看，人各有志啊，人家不不爱钱，那你别勉强了。那怎么办呢？他怎么来淹揽这个侯姻呢？哎，他就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宾客都已经就坐了。然后新邻居呢，这次离开宴席，亲自驾驶一辆车，把上座给空出来，直奔一门。 啊，奔魏国这个大梁这个城门去，哎、啊，去接侯英。侯英一看，信陵君亲自驾车来接，也没说别的，坦然入座，就坐在上座上。哎、啊，信陵君亲自替他驾着车,车，态度呢非常的谦恭。哎、啊，接着，这个侯英就准备去赴宴去。结果侯英呢走了一段了，就讲，他说：“我有个朋友在集市上，你车呀、啊。” 绕一下，我跟他说几句话，啊！信陵君一听，好吧行，您说到哪儿就到哪儿。哎，到了集市上，侯英呢就找这个集市上的一个屠夫，叫朱亥，哎，找他，哎，站了那儿就聊天哎，这一聊还聊了好半天。哎，侯英边聊天边用眼睛偷偷的看这个信陵君，结果信陵君呢。 哎，愈加的这个态度平和，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了。大家想，集市上人来人往，显贵的信陵君驾着豪华的马车在那儿等着一个老头儿，在那儿跟一个卖杀猪的屠夫在那儿聊天儿。那这个景象是很反差很大的。哎，聊了半天，然后侯嬴这才上车，信陵君啊，把他哎接到这个宴会的大厅。 哎，亲自把侯英引入上座，然后隆重的向客人们介绍侯英。大家一看，这老头穿的破衣烂衫的，一副寒酸相，怎么信陵君堂堂的贵公子对他这么谦恭有礼啊？都很纳闷这个故事呀，充分的展现了信陵君不耻下交的气度，但是其实呀。 我们仔细想一想，就觉得这个呀挺不合情理的。我们说，凡不合情理的地方呀，背后必有蹊跷。大家想一想，在侯婴已经七十岁了，是一个看破红尘的隐士。孔子讲了，其实从心所欲不逾矩。人要到这个岁数，已经不会是为一些这个世俗的东西所左右了。 人情世故对侯英来讲早就烂熟于胸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当他踏上这个信陵君的出座驾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接受了信陵君的邀约，哎，就已经决定做信陵君的门客了。可是他为什么还要故意中间折腾这么一番呢？啊、哎，去闹市上走这一遭，他在折腾什么呢？我们说。 对这个侯英而言，他还有必要考验这个信陵君吗？没必要。如果没必要，他在琢磨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办呢？侯英呀、啊，他这就想：我既然加入信陵君的这个门客队伍里边来，我就要给信陵君给他来个碰头彩。怎么才能来个碰头彩呢？我就要彰显信陵君这个礼贤下士。 不耻下交的这个名声，怎么彰显呢？啊，去闹市走一圈啊，让大家都看到。那么对信陵君来讲的话呢，我既然要把这位隐士聘为我的上客，人家又不爱钱，我给厚礼人家不要，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人啊，可以不爱钱、名利这个东西都能看破，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谁都看不破的。 就是尊重，对你的敬重。哎，所以信陵君就策划了这么一个盛大的宴席，要刻意的表现自己对侯英这位隐士的敬重。来，所以侯英啊，敬重你，你不能不接受吧？哎，双方呢可以说一唱一和。所以说，这个信陵君宴请侯英这个事儿，与其说是展示了。 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气度，还不如说是信陵君跟侯嬴合演了一出双簧。哎，这两人相得益彰，信陵君呢，由此赚足了人气和眼球，而侯嬴呢，从此成为信陵君心有灵犀的上客，双赢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位叫朱嗨。 朱亥就是侯嬴第一次去信陵君府上的时候，专门中途路过，特意停车去看望的那位。他是个屠夫，但是呢，侯嬴跟信陵君上这个人啊，是一个贤能人的人。哎，我建议你跟他多结交。大家一般人都不了解他，说老实话，信陵君也不了解他。但是信陵君呢？ 既然是侯云你说了，那我就去交往他。哎，一次一次拜访，可是这个朱亥呢，挺奇怪的。信陵君去拜访他，他从来也不回拜。我们说礼尚往来，人家要拜访你，你在一,一块就要回拜人家。啊、哎，这叫礼尚往来。现在朱亥呢，一次一次的接受信陵君的拜访，但是一次也不回拜。啊、哎，尽管如此，信陵君也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呀、啊？但是他仍然是。 亲心结交，他相信侯嬴，所以他相信朱亥。哎，这就是信陵君他这个不耻下交，他的这种交往方式。那么还有两位隐士，分别是赵国的毛公和薛公。这两位啊，至于叫什么名字都没传下来，是真正地地道道的隐士。小隐隐于野，大隐呢隐于世。 这毛公和薛公呢，就隐于集市中间、闹市中间。这毛公呢，好赌；这薛公呢，好饮。所以说，经常流连于酒肆之内。这个信陵君哎、呃，客居赵国。我们知道，切符救赵以后，他不敢回魏国了，所以就客居赵国。这个客居赵国期间，他早就听说这两位隐士的大名，啊、呃，就去。 拜访这两位，结果这两位呢，一听说信陵君要拜访他们，就躲了。最后逼着信陵君啊，哎、呃，以这个平民的身份去找这两人。结果找着以后，双方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啊，结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信陵君啊，是平原君的小舅子。平原君呢，这个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呀、啊，就对他的夫人就讲。 哎呀，你看咱孩儿他舅这个，是按说吧，都说他是个举世无双的大贤人。但是如今你看他干的这些事儿，进客一下下贱的赌徒呀、酒工啊，和这帮人来往，你得说道说道他，别让他老这么着。这算什么回事啊，太不靠谱了这样。哎，姐夫说小舅子嘛，哎，这么着讲，结果呢，他姐就把这个话呀原封不动的转给了信陵君。信陵君一听这话就很生气。 哎呀，他说：“我原来以为这个平原君贤德，所以背弃魏国来救赵。现在一看呀，他的这个呃礼贤下士，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富贵罢了。这人呀、啊，徒有其名，不值得交往。我们俩呀，取士之道不同。我不能跟他待了，我要走。信陵君啊，就要收拾行囊要走。” 哎，结果结果，呢，这个平原君一听这个，着急了，怎么能走啊？对不起啊，我这个确实是我错了，哎，诚恳的道歉。哎，这信陵君算是留下来了。结果信陵君留下来这事儿，让平原君手下的这些食客们听了以后呢，其中一大半儿，就投奔到了信陵君的门下，背弃了平原君。《墨子上贤》中有这样的记载。 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至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至薄。而在战国后期，各国君主和大臣皆杨氏成风，并启用士人辅政。虽然当时礼贤下士已经不足为奇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像信陵君这样真正做到不耻下交。 事实上，信陵君一生的光辉都与侯嬴、朱亥、毛公、薛公这四位隐士有关。那么，信陵君一生都干过哪些有影响的大事？这四位隐士又是如何帮助他成就了一番伟业的？那么，信陵君这个人这一辈子究竟干过哪些有影响的大事呢？我们说呀，至少有两件。第一，切肤救赵，公元前。 两百五十八年，秦国正在围困赵国的首都邯郸，魏安西王呢就命令大将晋鄙，哎、呃，带领的十万大军，啊、呃，准备救赵。可是呢，秦王呢就派人对魏王说了，说我攻打赵国，很快就能把他打下来。一旦把赵国打下来，谁要到时候帮赵国，我就收拾谁。结果魏安西王一听就不敢了，就命令晋鄙啊，通兵邺城，坚守。 说是坚守，实际上呢，首鼠两端，坐山观虎斗。平原君呢，啊、呃，派到魏国的这个使者呀，可以说络绎不绝，啊，不停的这个催促魏国赶紧发兵，赶紧让军队往前靠。信陵君呢，也不断的派说客去游说安西王，发兵吧。既然兵都派出去了，干嘛不往前走啊？ 但是魏安西王不为所动，哎呀，把平原君急的呀，没法了。到最后，干脆直接给信陵君写信说：“这个赵胜，我之所以和您联姻，哎，就是仰慕您的这个道德高义，哎，能够急人所急。你看，你要是看不起我，也就罢了；鄙视我也就罢了。你看不起我，你也得替你姐姐想一想呀。” 难道就不可怜你的姐姐吗？那、啊、那意思是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要死了，你姐可就守寡了。平原君急了，信陵君其实何尝不着急呀、啊？他也着急，所以他多次的跟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安息王，哎，这个进言，让他发兵。可是安息王呢，不发兵。现在让平原君这么一激，信陵君啊急了，没法了，动员所有的食客。 哎，组织起百胜战车，啊，决定亲自以一己之力去救赵去。他领着这手下这些人出了大梁的仪门，哎，经过这个侯嬴的这个坚守的这仪门，跟侯嬴作别。侯嬴一看信陵君就领了这么点人就要走，很冷淡的跟这个信陵君讲：“公子啊，你就好自为之吧。” 我呢老了不能去了，再见。信陵君就领的人走了，这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不对呀、啊！这侯英，我老觉得他好像有话没说呀，他这么眼瞅着我就去送死吗？信陵君也知道，这以自己这么点人马去，那就是个送死。不对，这侯英啊，一定有没有话没说，下令返回。 哎，返回去专门找这个侯英。侯英一看信陵君回来了，乐了。我就知道公子你会回来的。为什么？你看你领的这么点人马去去当救兵，那相当于拿块肉去打老虎，打恶虎，那一定是有去无回的。那怎么办呢？哎，侯英让信陵君啊，并退左右，然后他私下单独的跟信陵君讲。 他说：“我听说呀，这个魏王调兵的这个兵符在内时只有如姬可以有机会能拿到它。而如姬当年他的父亲被仇人杀了以后呢，是您替他报的仇。如姬呢，对您感恩戴德啊，当时就表示你要有什么需要，万事不迟。” 所以，只要您下一声令，请如姬把这个兵符偷出来，一定可以实现。偷出兵符来，你就可以调动大军。啊，信陵君去做，果然如愿，如姬给他把这个兵符给偷出来了。然后这侯英啊又跟他讲：“哎，说这个兵符你拿到了，但是拿到兵符不见得你就能调动军队啊。 那晋鄙是大将，他要一旦有怀疑，那就麻烦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那怎么办呢？你让朱亥跟你去，朱亥是个力士。实在不行，就把晋鄙杀了吧。这信陵君一听就哭了。来，侯嬴一愣，怎么回事？你下不去手啊？哎呦，不是我下不去手啊，那晋鄙也是咱们魏国的。 功勋卓著,著的老将啊，沙场老将，就这个事儿，我知道这到前线他肯定不同意，必须得杀他。可是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哎，没法儿，这事儿必须这么办，好吧。然后信陵君就去找朱亥，哎，这朱亥呀、啊，当场就说说公子啊，你一次一次的不辞下交来结交我这么一个市井小人、屠夫。 我呢，并不是不懂礼，但是我老觉得这个细、这个细枝末节的这种礼仪呀、啊、没用，所以呀、啊，我就一次也没有回拜。今天您找我了，您用得着我，没说的，我一定把我的身家性命交出来，这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哎，跟着信陵君就走。 公元前两百五十七年，信陵君率领魏军与赵军、楚军里应外合，大破秦军。历时三年之久的邯郸之围终于得以解除，这就是著名的切腹救赵。那么，关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有诸多疑问，比如侯嬴已经帮助了信陵君很多，为什么最后还一定要自刎来报答信陵君？还有，信陵君身为魏国王子。 为什么要借取魏王兵符，擅杀魏国大将，这样大费周章的来帮助赵国呢？信陵君呀，啊，做好这个准备以后，啊，遭到了朱亥以后，啊，再去向侯嬴辞行。这个时候，侯嬴说了：“按理说呀，我本该跟你一块儿去前线的，但是呀，我实在是太老了，走不动了，我也不能给你这个添这个牵挂。” 我心有余力不足了，我呢算好你的行程，当你到了禁闭大营的时候，我将面向你们那个方向，自刎而死。信陵君一看也没说别的，跟侯姻就告别。信陵君到了邺城以后，哎，禁闭呢，核宴兵符。 何延宾夫一看，对，是怎么回事可是禁闭就怀疑了，说：“临阵换帅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就单单朝这个这个魏王派了你这么一个人来了？也没有其他的朝中的其他大臣跟着来，挺狐疑。”哎，正在这个犹豫的时候，朱亥呢，从袖子里边掷出那个大锤子，来，一锤子就把这个禁闭的脑袋给打的脑浆迸裂。 哎，信陵君把军权拿过来了。拿过军权以后，下命令说：军中父子俩人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这个呃兄弟俩人都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子回去。剩下的剩下八万人，他收拾收拾，哎，整顿军马，挥师前进。公元前两百五十七年，信陵君率领这个魏军与这个赵军、楚军。 理应为何？哎、啊，历时三年之久的邯郸之围总算是解了。这就是著名的“切符救赵”。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分析分析：第一，侯婴为什么一定要自刎？信陵君确实是慧眼独具，他的不辞下交，我们说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甚至可以讲，没有侯婴。 就没有信陵君，他的历史地位。可怜的晋鄙啊，是稀里糊涂不得不惨死在朱亥的大铁锤下边。但是呢，比晋鄙其实更悲壮的是七旬的老者侯英，他自尽而亡。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啊，就曾经写诗：“非当慷慨献其谋，意气坚将。” 生命酬，相逢文景送公子。七十老人何所求？七十岁的侯嬴老者，他追求什么呢？他一定要那么死吗？在那个“士为知己者死”的战国年代啊，侯嬴自从踏上信陵君啊他的车驾之时起，应该说。 他就有了为信陵君赴汤蹈火的心理准备。他既需要为信陵君解邯郸之围这个近忧，更需要为信陵君谋划善后之远虑。那么，究竟有哪些善后的远虑呢？一，切符夺君。 这实在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非常之举，即便理由再充分，事后必须严惩始作俑者，以儆效尤。这事儿绝对不能轻易开先河，开了先河也绝不能就这么着说完就完了，有人得付出代价。这个罪责谁来承担？这是其一。二。 堂堂的一位大将禁闭，就这么被人打死了，总得有人承担责任吧？谁来承担？第三，说到底，这信陵君呀，他是个仁厚的公子哥哎，尽管说侯英已经为他把这个事情谋划的非常周详了，可是万一信陵君要到了军情啊？ 到了挣钱，见了禁闭以后，心一软，下不了手，那可就前功尽弃了。那怎么办？如何才能促使信陵君痛下决心，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第四，哎，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如何给信陵君将来重新回到魏国做足做好这个铺垫呢？ 我们说这四点呀、啊，这四点远虑，只有一个人能解，那就是侯嬴。从法的角度来讲，他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秦璧也是死在他的计谋上的。从情的角度讲，唯有侯嬴之死，才可以坚定信陵君义无反顾的决心。从理的角度讲， 只有把魏安西王对信陵君的这个怒火引向自己，才能够为信陵君将来回国做好铺垫工作。最终啊，七十岁的侯婴在人生的暮年，以自刎的这个一举，成就了信陵君的千古传奇。同时呢，又校正了。 非常之举所导致的这个情理法的道德追求与政治正义这个价值取向的失衡，重新校正了这个失衡。第二，如何评价切符救赵？有人会说，这信陵君切符窃取兵符，擅杀大将，营救别国，这不典型的吃里扒外吗？ 这种观点啊，我们说格局太小了。赵魏两国是从此相依的关系，赵国如果灭亡了，那下一个就是魏国。所以啊，不能简简单单的把这个看成一个孤立的事情。魏安西王呢，鼠目寸光，又没有胆魄，让秦王几句话就吓破胆了。这种情况下，司马光就说了：“不。 无忌，教夺欺君，以救赵，非独复赵之难，亦为魏谋也。惜其不忠哉！所以司马光就认为啊，信陵君切符救赵，不仅仅是为了解救赵国，也是为了魏国的长远谋划。怎么能说这种行为是不忠诚之举呢？那么信陵君干的第二件大事是，却秦从魏。 邯郸之围解除以后呀、啊，信陵君指派别人，哎、呃，带领魏军回国，他自己不敢回去了，哎、呃，与门下的这个宾客呀、啊，就留在了赵国，客居达十年之久。后来啊，秦国大将蒙骜率军进攻魏国，魏国接连打败仗，屡战屡败，魏安西王啊，这个时候才想起想起了信陵君的好，哎，派。 使者一次一次的到赵国请求信陵君回国，回国帮助他领兵抵抗强秦。信陵君呢，担心回去以后没好果子吃，担心为安西王还要收拾他，不敢回去。所以呀、啊，他特意下了死命令，告诉手下的门客，谁也别给我提这茬啊！谁给我提这茬，说为使之让我回国，或者说是使节又来了，处死。 哎，结果手下的其他一般门客就不敢再轻易说这事儿了。猫公、薛公这俩人听说这事儿以后，赶紧来了。这哥俩来了以后，找信陵君，就跟他讲。他说：“您所以受到各国的敬重，那是因为有强大的魏国作为你的依托呀。说一旦魏国没了，你的宗庙如果受到影响了，你想一想，你将来还有什么脸面？” 在列国出现呢，这可以说是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呀、啊！这信陵君一听这话，没等这毛公薛公说完这话，赶紧准备车战，回国。回去以后，跟魏安西王哥俩一见，相拥而泣呀、啊！哎，等于说两人冰释前嫌。信陵君回国以后，一声令下，哎，领兵打仗，给各国使节嗯、呃、发。 诏书要求说是重新合众，各国一听说信陵君已经在魏国重新做了大将，执掌兵权了，纷纷派军，很快合众。然后呢，在信陵君的领导之下呀，一口气把秦国的军队打到了这个函谷关之内，啊，这才收兵，等于说魏国算安定下来。 爱国一直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恪守的精神追求，也是做人的操守底线。这是民族大义，是原则问题，不容犯错。然而，人总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信陵君也是人，所以他也很难超脱。幸亏有毛公、薛公这两位隐士一语点醒梦中人，信陵君才幡然醒悟，回到魏国，率领五国联军击败秦军。 那么信陵君回到魏国以后的命运又如何呢？请继续收看《评说资治通鉴》第一部之“天下无双信陵君”。信陵君率领五国联军，把秦国给打回函谷关之内去了。然后呢，他自己回国以后就被剥夺了军权。为什么被剥夺军权呢？我们说这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其中第一个词叫做博而“博而见疑”，“博而见疑”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呀，早在信陵君切腹救赵之前，在魏国的时候，有一件小事，就让魏安西王对他产生了极大的猜忌和防范心理。所以有一天，信陵君跟这个魏安西王君臣俩兄弟俩一块下棋呢。 结果突然有这个，有人来报上来，说赵国要进攻魏国了，赵国的国君领的人马来了。这魏安西王一听就坐不住了，赶紧要要要撤了棋，要要赶紧找大臣们商量。结果这个信里就说别别别，没事儿没事继续下棋，没事儿，放心吧，不是打来的，他这是打猎呢。魏安西王心里边是放不下呀。 一看这个信陵君跟没事人似的，虽然他这么说了，那就坐着吧。但是心啊已经不在这儿了，哎，七上八下。哎，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来报了，说虚惊一场，刚才报错了，确实是赵王打猎呢，不是领兵打打我们的。哎，心是落了肚子里边了，可转过头来安西王就不干了。你怎么知道他是来打猎的，不是来侵略我们的？ 哎，新陵军他就讲，我手下有有这个门客，在这个赵王那儿是做卧底的，赵王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哎，所以啊，他这今天这个打猎的事儿早就提前报给我了。好嘛，我不知道的事儿你都洞若观火啊，这还了得呀！从此以后，这安西王就对新陵军就是防起来了。你想一想。 我堂堂一个魏王都被蒙在鼓里边你一个信陵君，你是我这个下属，你结果啥都知道，这了得呀！所以从此以后，信陵君啊，在魏国就失宠了。哎，魏安西王就再不敢重用他了。这第二个词，我们说这叫闻而见气。什么叫闻而见气啊？这秦王啊。 为了挑拨这个信陵君跟魏安西王之间的关系，结果呢，他就带着重金，派人去找这个被打死的那个将军晋辟，找他的门客，晋辟也有门客啊，找他的门客，啊，让他的门客给这个魏安西王讲。哎，让他的门客给安西，嗯、呃，给魏安西王说什么话呢？说你看信陵君在国外流亡了十年。 现在一下子又担任了魏国的大将，各诸侯国的将领都为命唯他命是从，都隶属于他，致使天下的人只知道有个信陵君，不知道咱们魏国还有魏王。这话是说的，这魏王心里边就有点不得劲哎，还不至于此，这个秦王呀，继续派人不断的给这个信陵君上眼药，不断的派使者来找。 信陵君，哇！听说您很快要做魏王了，我们提前恭贺，啊？什么没做呢？你那你什么时候做呀？什么时候做我们继续了，再来恭贺。一班一班的人派人来找信陵君，结果这些消息当然都要传到魏安西王的耳朵里边啊。这传的多了，一次两次没事时间一长了，不由让安西王不信啊。哎，就这么着，又剥夺了信陵君的军权。 信陵君一看自己第二次因为谏议被诋毁，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呀、啊，说实话，他就面临一个生死抉择了。如何才能安度晚年？如何才能不让魏安西王进一步的对他有猜忌？他决定以这个生病为由，正式提出辞职，啊，请求退休，不参与朝中的事情了。 哎，当然，他这么坚决的提出来，魏安西王就正好乐得顺水推舟嘛。那么，不过问朝政以后，信陵君呢，为了刻意的让魏安西王放松警惕，日夜的饮酒作乐，哎，每天沉迷于女色中间。结果这种日子过的呀，也不符合养生之道啊，再加上心情也不好，结果过了四年，就死了。 哎，这就给后世啊留下一个成语典故，叫做“醇酒妇人”。哎，就是讲这些权贵嘛，啊，功高震主怎么办呢？哎，通过醇酒妇人这样一个特殊的自我作贱式的方式来避祸全身。哎，这就是一条避祸全身之道。信陵君开创的。信陵君这个人啊，为人。 人而下世，他有人心，这一点啊，非常的难能可贵。魏公子人而下世，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他能够听世人给予的建议。我们说对世人的尊重，不仅是给他礼节上、生活上的好处，更重要的还是要听他的话。你能够成就别人，最终才能够成就自己。而信陵君他恰恰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了。 我们说，信陵君他也不是神，他也是个人，所以他也有糊涂交金的时候，也有犯错翘尾巴的时候，但是呢，他能够以非常之礼待非常之事，哎，因此呢，他总是能够在特殊的情况下得到贤士们的这个非常回报，哎，这样的事儿啊很多，就拿我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条，哎，信陵君。 被这个平原君则以这个姻亲之意，头脑一热要玉石俱焚。哎、啊，这个时候侯英给他提出妙计，哎，依靠足下一击，书写了切肤救赵的这个人生伟业。这第二次邯郸之围解除以后啊，信陵君被这个赵国的君臣作为救世主高高捧在那儿呀。哎，这个时候他就有点飘飘然了。 易交金而有自功自色，觉得自己有点自大了。哎，这个时候又有门客给他提出来了：一定要低调，夹着尾巴做人。正是因为信陵君在这个赵国十年极其低调，所以虽然他在十年之内待了那儿没干什么事儿，但是威名一点都没减。十年之后，振臂一呼，仍然有五国响应，卖他的账。 第三次，魏国大敌当前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信陵君攒前顾后呀，啊，不想救啊，又又跟这担心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祸福啊，哎，毛公薛公一语点醒梦中人，一说，信陵君立马明白了，马上回国，一呼百应，率领这个五国军队击退这个强秦，可以说从未缺亲。 立下了他人生的第二大伟业，这两点正是他高于战国其他诸公子的地方。那么，战国四公子中的最后一位，重生君，他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